译者张金雅台中报道，台中市首座社会住宅丰原区安康段社会住宅即将交屋入住，争取户共194户。台中市住宅处表示，中签户已进行为期一周的看选屋作业，共有157户完成选屋，尚有37户未完成。对于未完成选屋作业或签署放弃承租申请书的争取户，将依序通知被取户选屋。丰原区安康段社会住宅共有1房型、2房型及3房型，只租不售。第一年租金以5折出租，第二年租金以6折出租，第三年则以7折出租。该处在2月初经公开电脑抽签，抽出194户争取户，日前展开看选屋作业，并开放参观基本房及样品屋。住宅处同时邀请样品屋家具家电平台厂商到场，向承租户介绍专属优惠方案，提供他们未来添购家具家电时更多选择。住宅处表示，为期一周的看选屋作业，共有157户完成选屋，尚有37户未完成，其中有27户未到场，10户因个人因素已签署放弃承租申请书。对于未完成选屋作业或未签署放弃承租申请书的争取户，将依序通知被取户选屋。住宅处指出，也提醒完成选屋的争取户，必须是否在通知的点交签约及公证作业时间前缴纳第一期租金、保证金及契机车位清洁费等费用。如有重大原因无法于公文所定日期到场者，必须申请展延，展延时间以1个月为限。如未完成上述各作业程序者，视为弃权，市府将依序通知被取户办理承租作业，以保障被取户权益。